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俯听我们，基督求你垂允我们，在天天主父者，求你垂怜我们，孰是天主子者，求你垂怜我们，圣神天主者，求你垂怜我们，三位一体天主者，求你垂怜我们，圣玛利亚，为我等祈，圣若瑟，为我等祈，达味之容易，为我等祈，圣祖之辉耀，为我等祈，天主圣母之敬佩，为我等祈，圣母童贞之节护，为我等祈，天主圣子之养父，为我等祈，基督之勤卫，为我等祈，圣家之长，为我等祈，若瑟至义者，为我等祈，若瑟至节者，为我等祈，若瑟至智者，为我等祈，若瑟至勇者，为我等祈，若瑟至顺者，为我等祈，若瑟至忠者，为我等祈，忍耐之明镜，为我等祈，贫穷之保爱，为我等祈，劳工之表率，为我等祈，家庭之光荣，为我等祈，童贞之保护，为我等祈，家庭之砥柱，为我等祈，苦者之安慰，为我等祈，病者之希望，为我等祈，临终之主保，为我等祈，邪魔之惊惧，为我等祈，圣教会之保障，为我等祈，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上主求你赦免我们，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上主求你垂允我们，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上主求你垂怜我们，他使他成为一家之主，与他所有家业的主人。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以奇妙的安排拣选荣福若瑟为童贞圣母之敬佩，求你使我们凡在世恭敬他为主保的，在天得蒙他转达，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Hello， 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那么今天呢，将为大家介绍大圣若瑟自洁者。那么在今天的分享当中，神父愿意为大家介绍三个小主题，是关于大圣若瑟自洁者的。
那么第一个小主题就是如何去认识大圣若瑟为自觉者。那么第二个小主题是自觉者在独身以及婚姻生活当中是有对立的吗？最后也就是要与大家分享如何效法大圣若瑟自觉者的精神。所以现在让我们直接就进入今天的分享吧。我们如何认识圣若瑟为自觉者呢？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圣若瑟自觉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自觉者，首先这个字自觉者指的是一个神圣性，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圣性呢？其实犹太教的信徒他们对于天主的神圣性是十分十分的敬畏。那么大圣若瑟本身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的信徒，他也是犹太人，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宗教信仰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明白天主的神圣性，他也愿意在生活当中像天主那样的神圣。当然人跟天主之间总是有一个距离的，不过天主是圣的，天主希望他的子民也是圣的，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大圣若瑟从小开始，自幼开始就对天主的神圣性是多么的爱慕以及敬畏。所以换句话说，大圣若瑟本身他的信仰就是在追求天主的圣，所以他是自觉者。因为自觉者的意义就是单单只为天主，一切只为天主而出发，一切也只因着天主而告一段落或结束。换句话讲，大圣若瑟把他的一生所有的一切焦点都放在天主的神圣性，因为他愿意过神圣的生活。所以大圣若瑟自觉者是怎样的概念呢？大圣若瑟自觉者其实就是那一些愿意，特别是大圣若瑟他就是那一个愿意全心全灵全意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的那一个人。所以大圣若瑟是自觉者，因为他的一心一意都在天主那里。自觉者在独身与婚姻生活中是有对立的吗？独身生活以及婚姻生活对于自觉而言是有矛盾的或者是对立的吗？答案是不。独身生活它其实是自觉生活当中的一种生活模式，是一个人他为了天国的缘故，他为了更爱天主的缘故，他愿意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天主，他透过不娶不嫁守独身的方式来爱天主。所以他在生活当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天主而做，不违反天主的神圣性。同样的，度婚姻生活的人他的婚姻生活也不违背自觉的精神，因为当一个人的婚姻生活是以天主以预显天主的光荣结合在一起，在他的生活当中透过婚姻的生活也愿意像天主那样的神圣，把他们的整个的生活完全奉献给天主，按着天主的旨意去繁衍大地，去教育子女，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的照顾，他们的一切
的生活信仰都建立在天主的这一个天主的圣名底下，所以婚姻生活它也是能够是自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独身生活还有这个婚姻生活其实是不违背自己的精神的。所以天主他祝福了婚姻生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那么只要我们的婚姻生活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去不断的去深化我们彼此的爱情，一男一女丈夫太太的爱情，还有将来天主恩赐的子女，让整个的家庭跟生活在这个天主的神圣性里面，所以婚姻度婚姻生活的人他们也是过着自己的精神。换句话讲，无论是独身的人或者是过婚姻生活的人，只要他们全心全意爱天主在万有之上，那么他们也是在过自洁者的生活。我们可以如何效法圣若瑟自洁者的精神呢？我们基督徒要如何效法大圣若瑟自洁者的精神？首先我们再一次的去回顾大圣若瑟他对天主的这一份信仰。大圣若瑟他的信仰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如己，天主的事情就好比是他自己的事情一样，天主的意愿也就是他的意愿。所以他在他的生活当中都是追求天主的圣，不是世俗，不是污秽，凡是跟天主的圣跟天主的自洁有违背的对立的，大圣若瑟在生活当中都坚持的拒绝。因为大圣若瑟他愿意像天主那样享受天主的神圣，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我们又要能够如何去效法大圣若瑟的自洁的精神呢？我想我们生活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面，花花绿绿的世界里面，我们人也有很多的七情六欲，大圣若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领受了天主的气息，也就是领受了天主的神圣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就是有天主爱的生命在其中。所以为了保护如同大圣若瑟那样，为了保护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颗天主的爱，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极力的拒绝那些能够污秽我们的生命的所有的事情，私言行为我们都要坚决的去拒绝它。所以当我们遇到很多的一些考验的时候，让我们不断的记起大圣若瑟，我们请求大圣若瑟自洁者为我们转导，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向天主祈祷，求天主圣神不断的光照我们的私言行为，使我们的一切的焦点都放在天主的神圣性，放在天主的爱那里去，使我们的生命不会受到这些诱惑的拉扯而使我们跌倒。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求大圣若瑟为我们转导，好使我们效法大圣若瑟的信仰生活，在生命当中一切都归于天主，一切为光荣天主而做，一切为了天主的神圣性而努力。所以愿天主降福着我们每一个人，也请求大圣若瑟为我们祈祷。
万福苏世主的守护者，童真圣母玛利亚的敬佩，天主把他的独生子托付于你，你的敬佩玛利亚信赖你，因你的合作，基督降生成人，大圣若瑟，请向我们显示，你也是我们的父亲，并在人生的旅途上引领我们，请为我们祈获恩宠、慈悲和勇气，并保护我们免于一切凶恶。阿们。大圣若瑟为我登基，大圣若瑟。